Epson 微型射出成型机 AEM10 拥有10吨的锁模力，透过碟形驱动系统的工料设计以及热胶道系统，能够有效减少废料产生，其中塑化路径的缩短减少了对材料的热损伤，使换料成本大幅降低，而单元式的系统模具缩短了尺寸与重量，让所需的储存空间减少，也使更换时间及人力成本同时下降。 Epson 微型射出机也提供人性化显示界面，使用者能透过界面及时了解生产状态，且经由电动直压式的电控系统，可实现高精度的模具紧固，也可对射出速度、压力、温度等条件参数进行微调。机器仅需80克的标准颗粒塑料即可进行射出成型，最小能射出 0.001 克的材料，最高温度可设定至摄氏430度，针对 PEEK、PI、PPS 等材料的射出成型也是轻而易举，应用范围相当广泛。